什么锅？惯用锅？什么叫做泄压？还要泄七分钟是什么鬼？这种算是压力锅吗？但为什么泄压要泄七分钟，然后很厉害？慢慢泄啊。自动泄压只需要七分钟，就表示七分钟很短。但七分钟很久呢，是要泄多久？是要太快泄了，太不好的意思吗？是这样，我不知道，太泄气了是不是？气炸锅。